各位好，我是余志刚，辉立证券高级业务经理，主板新股江控精记上市编号3302，集团在198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合约制造商来的，现在都招股的。江控精记专门生产半导体行业的设备、机械和精密工具和零部件的，集团大部分收益都是来自制造线焊处理系统的，按收益计在全球的线焊处理系统合约制造行业中是全球最大的处理系统合约制造商。2017年市场占有率都约50%的份额的，招股价都介乎在1.02至1.26，发售都约莫是2.1亿股，其中10% 作公开发售，90% 作配售的，按中间价每股1.14计算，集资净额都是约2.08亿度，按一手2000股计算，入场费都是约莫都是2520元，联席保荐人为江大融资、国元融资的，孖展都现正开始接受认购的，辉立孖展认购的截止日期是7月9日星期一下午3点，计息日为7日的，如果全数认购截止是7月10日早上9点半。新股介绍咁多，多谢各位。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本人余志刚为证监会持牌人，截至本评论发表日为止，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未持有全部及证券之所有相关财务权益。